为着鼓励大家食米，草屯丁农会积极推广优良品种，即阵嘛依照甲农民所客作生产的台湾月光米台农77号，通过日本米食米鉴定师协会的认证，成为全台第三个得到日本授证的农会，希望为稻米产业创造更大的经济产值。树精机械顶头，大家吃到盘公馆的白米饭，上端鹅肉，这也是这边来得到日本认证的台农77号，目前在全台1000多间大型商店来销售。农业试验所所研发的台农77号，授权后草屯镇农会来生产提供，并且建立到生产履历了后，成功通过到日本的认证，也是全台第三张产地证书。包括讲土壤、水质，还有生态者，必须经过着年代的监测，显示草屯的水产环境相当的好。嘛是虽然是全省第三名，但是伫全国内阁是第一名，这就代表着啥？咱草屯的是咱南投上大的地层吼，面积栽培水稻面积最大，嘛是咱农民的贡献。伊迄个抗病比大金狗较好一撮啊，吼啊！伊本身的迄个。第二体质啦，伊体质本来就拢抗硬果，比高华较袂倒。大约5年前，农会透过着客座方式，栽种台湾的月光米，对讲生长的环境好，加上农民优质栽培技术，所种出来米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灌溉的水吼，是源自讲咱合欢山吼融化下的雪水。所以讲，伊尤其吼，伊是伫咱99峰的山卡，吼，所以讲它整个温度，吼，甲湿度的日夜温差的种种的天然环境的优厚之下，所以讲种出来的米吼，会当讲吼，比咱日本吼，日本所种出来的米也搁较好食。根据着农委会资料显示，现在大家食米的量是愈来愈少。所以草屯镇农会用心来推广优良的品种，并且研发各种美食的加工品，希望讲提升着米的口感，大家会使来加食米，也为农民来提高收益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